这个表现，我一扫他拉上去现在，然后我再一扫说他就拉回去了，那就他上去了。所以说他那个脚长呢，他拉一茬，我一扫他起来了。其实我这一松手，他就把拉回来，他就把他放回去了。我把这手上往哪里他搁起来？但是这里搁起来的，这就叫做看上帮了，帮。是是是是是，我然后一松又拉回去了，然后我一松又拉回去了，但是我也碰到什么，是吧？我正好看上帮了。你看搁起来，然后一松，你看你真搁起来，是外头搁起来嘛？这不正好看上帮了。当时有钱过去，怎么怎么？我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子，这样炒回去的，这样子。那当然挺感谢的嘛。让他走，不是我拉他走，是他就已经感谢了。我一送他感谢，同时我也感谢。然后走的时候一定记住，不要让手走走了。拿那个东西往上走的时候，那个手在慢慢给出来。你说哎呦我咋走了，哎呦我看你爸跟我说话了，你咋我被冻着大了，这时候你看你能不能听见吗？这一块啊，你看看喝茶是不是他说话？是不是他说话？不是你说你不能吸用吗？吸掉啊！你看，你干起来了啊！干起来了啊！这是你不要吸了。哎，然后你看，我手不从事，你往那走，我在那玩点气子。你手气，对，是我拿开啊！开了，不要手从那干，我一松呢，是吧？就那手打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不是走，对的吧？刚才那走是气势走，你少出手，这个是容易出手，对呀，好，你别管他，好了，不走再出来就不走了，你就催起我来，就在边上了。对呀，那走，但是上来一走，我就拿走了。第二项没有拿。